家好，我是武大靖和生哥。哎，好垮这段。好，今天邀请两位是进行我们 ASMR 沉浸式美食吃播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现在在收听 ASMR， 大靖老师专门吃给你听。你好专业啊，为了你专门学的。家里进耗子了。每个问题有两个选择，出题后马上选择你更倾向的答案，并说明为什么。先出发，再做攻略。我也是。你们都是有打算，不是随意的那种呀？不是，是没有打算的。你也是。我今天说走就能走，但是走了不知道干嘛。我走到了之后。他干嘛来了？要脚底板？要眼皮啊？为啥嘞？脚底板痒啊？眼皮不痒吗？眼皮又肿又痒，还可以被大家看见。那可以挠，脚底板不能去抠脚。通常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的脚底板是能够被蚊子咬到的，那证明我也是方便挠到它的。逻辑鬼才啊！丝毫没有逻辑呢，还没有逻辑吗？我平时要是穿袜子穿鞋，它咬不到我呀。那你要脱袜子脱鞋呢？那它能咬到我，对不对？对啊、所以我也方便可以挠它。那你这时候又开始穿袜子穿鞋工作了？我这么忙吗？就是你唱到最唱到副歌的时候，马上要往上顶的时候，我不会在任何时候唱歌痒一下。好巧啊！你是觉得这歌应不应该在网上唱？怕你飞去，怕你离我而去。所以你这个演艺生涯因为一个蚊子毁了，因为一个包毁了。我唱了那么多年都不如一只蚊子。我不太拍照、啊，我不太，你也不太拍照啊？对，我觉得这拍完之后，我觉得拍的不很好看，然后拍风景，哎，我也是，我就感觉看风景行，让我拍又实在。对，我自己技术问题，我老没有那种就是找角度拍的。我自拍也不想，我就觉得没什么意思。哎呦，真的，你也是、啊。可是您这么好看，不拍出来真的是大家的损失啊！我应该怎么接个？咱俩一样啊！我们忘了这里还有 ASMR 的听众，啊、耳朵好可怜、啊。慢慢听着，慢慢听着。咸都不能啊！我也是咸的。哇，你真的好像啊！甜的那玩意能吃吗？哦。你吃过甜的吗？我主要是等了你一分钟了，机长。我还你一个。哦。啊！什么玩意儿？和陈哥一起去密室逃脱。那我选密室逃脱。哦，我也是，因为我不敢蹦极。我也是，我怕高。我真的，哦，我们这么像啊！我可老恐高了。哦，蹦极很可怕。包括今天在欢乐谷，我就看见有个蹦极，我觉得，居然真的有人敢跳。有很多人敢跳的。对，是有。不敢跳的人是极少数的。啊，真的，我曾经上去过了，上去了，然后你都上去了，你想挑战的、哦？对啊。最后那一下为什么没有下去呢？高估自己了。太可怕了，我不敢。我虽然一直都。很好奇是什么感觉，但我一直你走没走上去过都啊？我去票都没买。哦，我买票了。我买票的那个念想都没有啊！我买票，我就是看视频。哇，好厉害啊，棒！那你以后跳伞敢吗？不敢。那你从二楼往下看，你敢吗？看这，你想要什么答案？我配合你。我从这往下看，我都不敢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，真的、啊，这也二十多啊！哥，你不恐高，你咋不蹦极呢？我谁跟你说不敢蹦极的人一定恐高？那你是怕绳断？
我就是怕死。十秒。你最恐高的一次，大家最不理解的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二楼往下看，对不对？最恐高的一次，最不理解一次，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睡醒了，还没太睡醒，就是迷迷糊糊，我站在床上看自己，地下感觉有点高的，所以我不敢再往上找了，再往上找我就怕我自己恐高了。没有这样的体验过，吃个水果，来个黄瓜，你把，来个黄瓜来，谢谢，到那个声音区。我本来我一没有这个，我感觉我嚼三四下我都能咽下去。一有这个，我感觉我好像得嚼一万下。也要悄悄的闻吗？哎呦，悄悄的闻呢？悄悄的闻。去年撕名片的时候，惨到上了热搜。今年你为撕名片做了哪些准备呢？做的准备就是不做任何挣扎，躺平。我稍微的努力的跑了一下步，但后面今天录完之后，感觉没什么用啊。那您最想尝试《奔跑吧》里面的哪个游戏？来，十个果盘。啊，谢谢。我一直没赶上撕名牌，我一直想撕一下子，还真是没赶上。嗯，不过今天这个有点类似了啊。嗯，那最害怕哪个游戏？考脑子的问题，考脑子的游戏，比较烧脑，考脑型。没事，我也怕，我两个都怕。哇！我最害怕的是信任游戏啊。就每次他们，我也是。他们每次跟我说你要听我的，完了不那边说他不对，完了不，我说我该信谁？我今天就遭遇了一次。哦，真的，今天就遭遇了。哪一次？就是他是啊，他被抓了。他被抓了。是怎么？我瞬间觉得这游戏不好玩了。我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没有了吗？对不对？好难，我也觉得好难。最后你选择相信了谁？后来他俩都被抓了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好惨啊！我其实很想问吴大金老师一个问题：今天你录完会觉得累吗？上面写了这个问题了吗？没有，是真心想问。我觉得好累、啊。我也觉得有点累，真的。我真的，那我心里就平衡多了。只是有一点累。好的，我和他的距离还是很远的。对不起，吴大金老师，不该拿我跟您对比的。没事，哥，你今天那个。拽绳子那块太猛了，贼有猛。没有，说实话，那没有办法了。当年再问我了。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这一集《奔跑吧》，你会用哪首歌来形容？唱一下。向前跑。后面谁追你？好写实哦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觉得这个不是很简单吗？你觉得跑男团的成员里谁看上去体力最好？为什么？除了陈哥和凯哥。其实我觉得周深体力最好。为啥？希望他能一直向前跑。我发现你的睫毛好长哦！啊，有人说过吗？这也是问题吗？不是，是夸奖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贴的早上起来就开始贴了，一会儿摘下去了。我下一个，时隔五年来奔跑吧，你有什么感受吗？感觉奔跑吧有什么变化吗？我上一次赶上也是特别累，就是划船。我们上一次划了两天，就能记得。我看了一下。咱们出万道超越！冲！七号龙舟，今日在万道超越。哦，真的，累一嘴沫吧。就是，我们南方人可以听懂这段话吗？就流哈喇，就流口水。后来就是也不知道是那个湖里的水还是自己的口水，就一直在滑，然后全湿。然后我们还发了一次船。这次呢，虽然没有这个
划船那么累，那么累，但是今天也挺累。对，那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？听起来，听起来只是累而已啊。听起来没什么变化。变化，我觉得上一次来还是比较害羞内向嘛，这次更内向，几乎没说话。你这么安静的呀？嗯，我平时不说话的。是当我没有网，没看过您的采访，平时很安静的，不录了。隔壁的哥。该我了，能不能用 ASMR 演唱啊？怎么了，哥？好听，演唱晚安曲送给你的歌。哦，好啊。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。晚安。哎呦，我听完这段，丝毫不敢睡觉了。你怎么？为什么？很害怕。我唱的很安静的，虽然说我唱的害怕。不是这个，你要放出来，肯定是就感觉一直在你耳朵当中旁边唱。而且只在一边耳朵。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。晚安。为什么你的微博头像永远都是问号？请问有什么故事吗？其实没有什么故事，就是我之前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换东西，所以我的头像一般都会用很久。但之前他们说因为实在用太久了，就希望我可以稍微换一下，然后换来换去都觉得不是很好看，那就换了一个表情包，就是问号这个。那到底哪个是最好看的微博头像呢？我觉得你下回应该一年加一个问号，自己再P上去一个，再多一个问号，再多一个问号，再多一个问号。其实我出道的年龄，我会不会没有人认得出来那个微博头像是谁？查问号，跟查年轮似的查问号。哦，对哦。那为什么您在赛场上那么霸气外露，私底下却搞笑呆萌？呆萌搞笑，这个符合我吗？你看弹幕上打的都是符合。看我眼神。你看弹幕打的还是符合，可能你还是得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打的都是超符合。哎呀，还行。哎，你看一个高级弹幕没有？哥，你这眼神能看着弹幕啊？我现在我也在找弹幕，在哪儿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有这么大的反差了？在赛场不对的都是对的这个对手嘛和敌人。我们把对手当做敌人啊，那同时在赛场下我们是好朋友啊，包括跟好朋友会更放松一点，更真实一点嘛。赛场上你要严肃一点，不能让大家知道你这个，要给人一个眼神，一个眼神就可以吓到对方。那最温柔的眼神是什么呢？凶的眼神，好棒啊！啊，有吗？有。我准备帮歌迷朋友问你一个问题。今年有打算开巡演吗？然后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如果要开的话，可以给我留票吗？好，台上可以吗？最好是你在这唱，我在这儿听。我在这唱，你就坐我旁边。对，可以，我考虑一下，看一下梦。这是 VIP 中 P。这样演唱会叫周深和武大靖。我现在的重点在放做专辑，然后巡演的话，应该会在做完专辑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。不是，先聊票的事儿。票肯定 OK， 没问题。定了这事。对。那你不开演唱会？希望您有不是你不开，关键是我，你给我留什么票啊？不要一下就抓到重点嘛，会留的。后面开看就是，回到时候问您哪个时候和地方方便我。我以为问我什么时候方便，然后你什么时候开演唱会？哇，天哪！我也没那么厉害，可以随时敲到场馆了。在我们场馆唱，在我们场馆唱，我们把那个冰都给你去掉。不了吧，那个太麻烦您了，太麻烦场馆了。你平时爱吃柠檬吗？你？哎，哥哥，这有啊。不，我就直问你，我没有问我了。哥哥，这有，你平时吃柠檬吗？我平时不吃。那你可以安静的吃一个柠檬吗？或者是挑战面无表情吃柠檬吗？哥，吃了柠檬可能就安静不了了。你吃了我就吃一个，你挑战一下嘛。何必呢？哥，咱俩何必就跟恐高似的？何必咱俩都想蹦极呢？观众朋友们想看吗？哎呦，你看弹幕，都是想看。哇，这弹幕飘的。你看，非常想看。哥，你吃完这屋我都不敢住了，搁这。吃一个嘛。三二一，走。咱俩何必呢，哥？
谢谢谢谢。本来没有这个环节是吧？大家现在去蹦极，是不是？辣了这是啊！好酸，这个柠檬怎么这么酸？我放醋了，蘸醋吃的。我觉得你柠檬比我能吃酸哎。大家不说没表情吗？你听我牙齿声音，我牙齿都酸胳膊了。千万记得收看本宝宝，拜拜。多方跳转，却看不全奔跑吧的每一季，全网搜索却找不准奔跑吧的录制信息，煞费苦心却得不到奔跑吧的节目周边。现在有一个一站式搞定的机会放在你眼前，在这里节目正片、加更花絮、空降直播应有尽有，节目官方一手信息予取予求，同款游戏、节目周边等福利为你双手奉上。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提出你的问题，分享你的故事，施展你的才华，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。快来下载 Z 世界 APP， 登录奔跑吧青春部落，成为奔跑吧大家庭的一员，共同挥洒青春。